终于吃回来的分数，这个至少要加个八啊！没有加个八，我直接八下去，真的是。应该有八吧？应该有八吧？好，他扣七，来一来一回十三，爽，嫩啊！播起来复联赛不行吧？一般是不允许转播别的平台的比赛的，或者是别的平台的直播，一般啦，一般不允许，除非你要要到转播权。我不评价。
大家都知道版权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东西，一个联赛它的转播权，它的转播权落在谁手上，这个就非常重要，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高。像我自己在预估，像韩服联赛那种转播价，如果要转到他们韩国的其他平台上，估计应该要至少要200万台币跑不掉。我自己在估啊，可能更高，200万这个价应该是保守估计。版权费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东西啊！那个价格会多到令人却步啊！没有啊，我大概6点多才又播吧。歌名在上面，歌名在这，龙舞盛唐。赶走凉亭啊！胆小不行啊！跑个三五吓吓他们，还别跟混不混啊？王者36啊！哇，为什么这里都是浮起来？应该36了吧？37。噔噔噔是那个啊 ，Nation Plug， 对不起。爱的伤，好啦 ，YouTube， 8月10号我还是会在推去开，22号才过去首播。我本来想要在生日那边做噱头，结果他们说不行，来不及准备，他们要准备一些素材什么的。他为什么往这边推啊？他不往这边推，我们两个都可以一二。
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还在震？到底是我的错觉？快3100了。